沈天刚刚生完孩子，正是虚弱的时候，我得想个办法趁虚而入啊。沈天，我最近又要加班，没时间照顾你，我请了人给你做饭，你乖乖在家别乱动啊。终于等到浑水摸鱼的机会了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您太太请来的营养师，来为你制作营养餐。哦，好。这个营养师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我没说你，我是说咱们的饭没事吧？沈先生，那我就出门买菜了。好的。我这里有100万，到时候全部正面。堂堂科尔沁王子也不过如此，今天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糟了，怎么全都战败了？哎呀，沈先生怎么被打得这么惨呢？这不是我，是对面。什么？草率了。是你，沈天，这次又是你赢了，下次，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你们36计，走为上。